我是 Orange Chen， 然后这次从多伦多那边加大的多伦多，大家晚上觅回来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在那个社群摊位的时候呢，放了一张小海报，然后就是给大家，就是像这边我们就是给他们 say hi， 就是说他们可以留一些他们可能用当地的语言，或者是说有一句他对这个摊位的想法或什么的，就是很 free 啊。然后那这边就是说 try to write Firefox in Chinese， 就让大家去试着写那个火狐用中文去写，然后像这边就有各种不同的那个火狐的样子，然后就是他们很常会把这边写像 A， 还蛮有趣的。Yeah. 可以多讲点感想，讲点感想。对，参加回来，多伦多好不好玩？好玩、啊。说好玩好像过太爽是不是？所以不敢讲。然后这次就是有接触到很，就认识到很多其他蘑菇人士，然后希望就是未来还可以在 Twitter 或其他社群上那个上继续联络，然后就参加更多的大场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